这是沃尔沃早都停产的 V70，V70 的跨界版就是那个 XC70 啊，就变成 SUV 了。哎呦，那款车贼喜欢，因为那个外形设计感觉太经典了，这种线条比较硬朗，上个世纪的那种旅行车的设计。当当当当，这是我的车，我刚刚停下来，然后这两个是我同事的，他们家在那个里面，媳妇正在他们家来接他的，准备走了。当年他提这辆这个夏朗的时候，我还开车带他去提这辆车的，当时是在布鲁塞尔买的，然后这个是他新买的那个房车，大概才买来大概也就俩月吧，最多开了一趟去了那个瑞士，然后这个车是公司的车，快要到期了，马上要还公司了，还公司以后他就相当于就开这个房车了，这个露营车哈，在这边叫 camper van 嘛。算不上真正的房车，属于 B 型的吧？应该 B 型都算不上，B 型的比较大了。然后这三辆车在一块儿。